第十九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15号开幕，本届汽博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共设9个室内展馆和4个室外展区，以线上线下同步展览方式进行，共有来自全球128家企业、155个汽车品牌的1000多款车型参展，其中新能源车型成为今年展会的亮点。